So for today's episode, we're in an outskirt of Dengfeng called Shaolin Block, Shaolin Xiaoqu, and we're going to meet a Shaolin master called Wang Zhong Ren. He's going to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Qi Xing Quan and about his style of Shaolin, which they call Dengfeng boxing, kind of like a slang term for it. Dengfeng boxing basically means the style of Shaolin which is passed down among the people. It's like a folk style as opposed to the temple style. So he's going to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at.他为啥要骑行圈呢？要到走这个路线，一开始他这样走，他这样走，感觉怪怪的。就是像那个偏了那个骑行一样。啊，所以你打的所有的动作就是按照这个骑行的，是步伐还是什么？ 手法还是？走这个线路。哦，你走的，你在地上走的线路就是按照气性走。对，气性线，这个步伐叫急行步，急行步，一直在走路的时候，就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啊，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气管，这个气管和这个气管，你往中间合。 裆骨要盖紧，应该紧，啊，这样，这就是骑行圈里它的这个特点，嗯，在手上呢，啊，这个实际上是叫双关铁门，啊，知道吧？这个叫双关铁门，啊，这个也是叫双关铁门，哎，它这个意思呢，这是叫关门的，啊。 你像这个门都开了，啊，这门开了，哎，这个就关了一扇门，这个就关门了，啊，它这个。
所以在劝上呢，他是要求先放后打，你像小公拳法，哎，这个往上来，就是对方大我的头，我再这样上去，我再这样上去，所以他这个劝上也是这样做。你像他那个出去以后，这个手棍出棍中，棍落出去了，棍落回来。 第一个呢，他是棍的时候想到转移啊，可以把木料转个洞，木是转个洞，但是他这个力量，他就是你在打我，他这个力量，一转，一转，你在打我的时候把力量开化掉，他的力量开化掉，但他这个开化呢，就是在我们这里讲这个，一个是拳打死潮，啊。 拳打死潮呢，就是讲到那个，少林拳呢，它的太练呢，棍出棍入，一个去而不去，止而不止，他在那个死潮的时候啊，就讲究这个发为邪招，头发，发为邪招，发为邪招啊，怒发冲冠，少林拳的风格就是打的打人的时候。 要怒，怒到什么程度呢？帽子都冲顶了，那明白。帽子都冲顶。一个是这个舌为如手，就是肉，肉就在肉里最尖的，舌如锤刺，狠起来的，狠起来把那个舌的力量，舌头的力量把那个牙力吹出去，舌为如手。 这个手上哎，他这个手上讲这个，直如钢钉，直如钢钉，练习的时候哎，你心里要这样想，心里这样想哎，这就是理与意合，这就这个，结合住了，你的心到，你的力量才到，你的心不到。 你力量都不到，学武术哎，也是这个呀。你学武术呢，你内心里边爱好，我自己内心里边爱好，你才能学到。光靠别人督促你去学习吧，光靠外因，那是你学不到的。所以在讲究这个，这个死潮上呢，他就讲究这个发为邪招，怒发冲冠。所以他在实战的时候。 不看到你出什么动作，你拿什么姿势，我只要看到你是一方，你想给我抖的，他就是这样一种努力方法，努力意识，努力意识呢，去做的时候，你才能把这力量从内心迸发出来，他练的棒打拳打心经如火攻，打拳的时候啊，拳打心经如火攻，像那个火烧了一样。 现在火烧炉眼，你这个心力才能把它劝的，打出有力量，啊，寿元圣法会你才能做到，你做不到的时候，你这个劝呢，你的力量也没有，意识也没有，你这个劝就没有做到，先发制人的，合法制人的都谈不上，所以从心经来说，必须得有，劝打心经如火攻，再个这个劝打棒经如开弓，你在练拳的时候，你像这样的劲儿，这是手上的劲儿。 但是这个棒上的拳，棒上的，这个你这个劲儿，你才有力量。这叫肩膀、肩和膀、腰和胯。这就是在外边呢，就是最第一次讲的就是肘与膝合，手与足合。这是从这骚上的合。 但是从根结的合呢，你这个肩、膀、胯与腰，这样合了以后，它是实在强，你这才有力量。这个六合呢，
我理解的是这样，跟其他那个有些老禅师的理解的不大一样。这个从外形上看来，六合手啊与足合，手与足合，这个肘与膝相合，这个肩与胯相合。在这个，这是从外面看的合，但是从里面合，心与意合，心想到哪里，主意打到哪里，这个理，心与理合，心想到哪里，力量到哪里，另外心与这个劲，劲与理合，心与劲，劲与理合，心向哪里，劲也会用到哪里，就是理三合，这样的合作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合呢？它合作一个是手一点很小，对方要打我的时候，你看，当啊打人的时候，这个当午后午啊和这个后脑和这个两肋都是禁忌部位啊，不要这个打两肋，两肋是说是破最薄弱的地方，当午最薄弱的地方，后脑最薄弱的地方，咽喉薄弱的地方。所以讲的如何先呼之气，先呼之气，这样顺三合，这样是意三合，这样的人一个人呢才能到底。下面呢八米多这样的不拉这个人很心就到底了一个是高